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掠影时光，我是小影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《请叫我英雄》，一部日本同名漫画改编的丧尸题材惊悚片。比起欧美丧尸片的刺激，韩式主角的伦理花环，这部电影则显得更接地气，而且无比契合原著动漫。电影开始，新闻女主播表示有人被狗咬伤成轻伤，没过多久再次更正被咬为重伤。可是漫画社的几个人都忙着工作，丝毫不在意。陈哥曾经是一个知名的漫画家，可是事业惨遭夭折，只能靠给别人当漫画助手维持生计。他和女友小黑一起居住，但是也因为事业无成，两人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大。小黑更是把陈哥赶出了家，因为陈哥成为英雄的梦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就在此时，城市里出现了急性的新型流感，沉迷工作的陈哥没有感觉异样，只是呆滞地看着天空中的飞机。小黑在电话里非常虚弱，于是陈哥第二天回了家，可是无论怎么敲门，小黑也不开。陈哥从门缝里朝里看，发现小黑行为十分古怪，开始抽搐。打开门后，女友早已变成了丧尸，最后被陈哥插死在了自己的奖杯上。而陈哥的漫画社的同事也都被感染成了丧尸。陈哥跑到大街上，无数的人都成了丧尸，开始疯狂地袭击人类。之后便偶遇了女学生曼妮和一个白领一起逃上了出租车。在广播里，他们才知道整座城市都已经沦陷了。出租车上的白领开始石化，最后司机也被咬了。一个大反转后，曼妮和陈哥成功地活了下来，两人决定去病毒无法生存的富士山。可是一夜醒来，陈哥发现曼妮的脖子上也被咬了。最终曼妮石化，但是却成为了可以保护陈哥的半人半丧尸。他们找到了一个庇护所，陈哥发现已经变成丧尸的人都或多或少带着生前的一些习惯，比如跳高运动员依旧跳高，女人依旧热衷于购物，比如上班族维持着搭公车的动作。在一片祥和的环境下，庇护所的人却想得到陈哥的枪。无奈陈哥跟着所有人去了仓库拿食物，可是庇护站还有人有反心，于是这帮人被困死在了仓库。陈哥最终逃了出来，还救了曼妮和照顾曼妮的女护士。仅剩的几个人被大片的丧尸围困，陈哥也克服了内心的恐惧，为了保护虚弱的曼妮开始大杀特杀。陈哥终于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英雄，和女护士还有曼妮开始了逃亡之路。我是小影，更多精彩电影，欢迎订阅《掠影时光》。